你给你装个体重计倒了一样呢，哎，你修到你开一点来就可以，他就回来了。万法最后都是空无自性，所以那今晚就疼就疼，今晚就快乐，但是这个快乐跟痛苦，它是一个缘起的业报，但是总会过去的。这个无为心，并不是脱离法界，脱离任何事项，而是了解万事都是变化无常。所以我想《金刚经》要我们讲这个无为法，但是无为法你要从有为法去看，你不可以离开有为法。这些世间大家聚会在一起，大家会分开，太阳出来太阳会下去，在一起的会分开，有生无不死。那你要从有的有为法，有为法去了解万法终归无为，这样你就不会被这个变化有分别。所以无所求心去念大悲咒，反而大悲的力量就展现出来啊。再来是无染浊心，这个安哦，很多人问我说，师父啊，我安在破病后地藏经要念几遍，我一天念20遍好不好，我念一年好不好，我那时候都画得出来。那你这个是染浊心来念，包括你这样力量不大，可能念了没什么功德。我阿在破病，我母在破病，我家在破病，哦，原来众生都会破病，而且破病让我真烦恼，所以我开始来念大悲咒，希望所有的破病的人，我为了我的子在破病，我念所有的破病的人，破病的众生，这个叫无染浊心。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2月2号星期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玉皇上帝万寿。上午9点，嘉义慈悲湖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暨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嘉义讲堂0522255888，嘉义中心0521666700，和睦中心052308348。2月4号星期二，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上午8点半，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供佛斋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身。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6，高雄凤山中心0771035222，高雄灵雅中心077221749，高雄佑昌中心0736543639，高雄生命书房0722212323，欧元流通处0778311120，高雄冈山中心0762225555，高雄旗山中心0766936336，慈悲流通处0738178090。2月5号星期三，上午9点。
万丹慈悲超度道场八关斋戒、限时购、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联络电话0875160018。2月6号星期四，关圣帝君飞身，上午8点半，台南麻豆园区八关斋戒及消灾祈福供灯法会，联络电话台南道场0621311112，台南西区中心0625891177，台南新营中心0665923367，盐水药师道场0665221170，高雄鹿竹中心0760733377。2月7号星期五，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上午8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济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563315655。2月8号星期六，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上午9点，台中五方讲堂供佛斋天护国习斋祈福大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2月9号星期日，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0万倍，上午10点，新竹普元佛道院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济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2月11号星期二，上午8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点万灯、供水、护生、祭甘露施食，联络电话0398993199。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北区联合举办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9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地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地址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海涛法师慈悲置业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印尼短期出家爱与慈悲福慧营，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活动日期2020年4月14至4月21，共8天。4月14日中午12点前报到，海外学员请在4月13号报到。活动地点印尼北干拔路三宝佛教中心，地址如下，联络电话0379915135，0379915135。参加资格年满15岁以上、65岁以下，具有正信正见，愿意服从学习指导亲近出家戒律威仪者，身心健全者，经审查面试通过后，将核发通知书。报名方式：一，请上网下载表格，填妥后传至 livetv.net@msa-hinet.net。二，洽询下列单位索取报名表，填妥后送至各地，并在3月10号前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三，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秘书处电话+88639899319，地址台湾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台北生命道场电话+88622559900，印尼联络人电话+62852-6577-7577，洪淑丽、汪慧娜，电话+62822-8628-2345，李慧珍。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止，洽询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日前，海涛慈悲置业僧团赞德法师受邀前往云林县水林乡举办30系念法会主法。法会由斋主引请法师登座主法。清净的饭杯中，赞德法师持甘露净水，先前往功德主林师姐家中及平日处理动物大体的工厂内，片洒甘露净水，先为受苦众生化解饥然之苦，再于法堂上领众招请，并作前行布施，以水米甘露普施众生，以甘露药供为众生疗伤止痛，去除执迷之苦。这是陈蒙啊，钟师姐他的提议以及他的花心来圆满啊，有个我们林师姐啊，他的一片的这种虔诚、尊敬三宝，以及感恩咱所有在这公司内底所有的这些动物菩萨，在动物菩萨因牺牲着因自己的这个啊肉体，来成就所有人类成长的因素，所以讲，咱带着12万分的感恩的心，我们来感恩所有的为人类来牺牲、来奉献，为了人类的这种苦役，他们牺牲了，他们也是菩萨的行，菩萨的行仪。第一时佛事，法师领众于佛前虔诚供香祝岁，众人合歌佛号，虔诚礼赞声中，祈请三宝万灵同垂感降，中封30系念水月坛场。法会中，法师领众恭诵佛说阿弥陀经，广演弥陀净土之无量庄严功德，即接引众生待业往生之48大慈悲大愿。当天除了习摄水月坛场，透过汉传佛教30系念法会，为所有被宰杀动物及6道孤魂亡灵慈悲超度之外，也邀请了印度佛学院的金刚上师们为6道亡灵修持慈悲超度法门，祈愿所有亡灵皆能得佛接引往生净土。法会末了，赞德法师领众于十方坛城前布施甘露水米，挥舞佛幡，将当天共修所有善业功德普皆回向，祈愿与会众等历代祖先、冤亲债主乃至娑婆世界所有往生众生皆得超度，有情众生同享功德。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佛语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即其功德殊胜难量，所以者何？我自意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乃至生肉祭活父母为己之恶，以是功德上为天地，下为圣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有此福。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何等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来，是者说法法师。若有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在为人之所赞叹，于未来世能得菩提。